挑挑选选留下的那个绵羊精，也可能不够炒一盘啊。之前有两次没踩到裸照，所以没发视频，凑到一起随便编辑一下。大家别嫌弃哈，这是八月中旬时候的视频，那几天森林特别干，所以蘑菇也不多。视频最后还有半夜家门口采蘑菇的小片段。实在是太干了。咦，那里有个小蘑菇，好完美啊。嗯，摸上去空了，摸上去空了，但是伸出来居然是好的，有个大洞，可能是有一条虫子住在里面，有一条大虫子。哎呀，外面一层是好的，里面也不好。这到了开盲盒的时候，哎，基本上只能带点那个，就是散干这外面的这一圈回去。来切一下。哎呀，也都是，算了。这个外表看着好好啊，切出来简直触目惊心。这个肯定老了，大都是挺大的啊，好难。这个还值不值得我拿出相机来呀？哎呀，这个肯定是不行了，旁边已经被感染了。而且这个啊也是好干啊，看这是谁干的，这好像不是我削的吧。哎呀，那里有个大的，哇，这个标准都已经干的裂开了。哇，这个分量很足啊，感觉听个声好结实。哎呀，果然现在的质量不行啊，简直了。还有一些我能吃的吗？哎，上面稍微好一点，捡的这个伞盖回去，把这个海绵扣了。哇，好像还挺干净的，这个海绵还行。我看看，中间还是有虫子，还是有。你虫子没有吃到最最最最上面。看我的刀工啊，先把这一块切下来。哎呀，慢慢给它分解了。天哪，我这抠下去还能剩多少，不知道拍到没。这个真的好可惜哦，早来一天就好了。哦，下面这个先给它，这个不能要。这个杆子这里，这个好了。刚才那个杆子给它带回去，有什么可以带回去？哎呀，这里不错。这些好像还行，还蛮干净的。尽量不要去碰到它这个剩下的这些菌丝，盖不盖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它只要。它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它整个森林里面全是这个，它只是这里只是从这个树枝，从这个菌丝这个节点它长出这个蘑菇而已。如果说你留了半截子蘑菇在里面，它可能那个会受到感染，反而会影响那个菌丝的生长。别人就是这么削的，你就是给它弄得很碎很碎，然后你再挑好的某一块带回去，大家都是这么削的。这个你按书上分来的指导书上，他也是这么教你的。这里有几个齿菇，看看怎么样。这个齿菇还不错，这齿菇在这里长了好长时间了，也好像也不怎么生虫。哎，这旁边就有一个很有杆菌，要不是蹲下来踩这个齿菇都发现不了。哇，这个不错哎，它伞盖还没有变绿，真是好的，赶紧架出相机拍一下。这
里有个虫子出去了，刚才。哇，不容易啊，找到一个好的。这个是好的。这里面稍微有点虫子，然后把这个那个洞可能只住了一个那个大黄虫子。好了，没了。不错呀，居然有收获。天哪，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尺蛄啊，这个尺蛄这么大。是尺蛄吧？是尺蛄。怎么会长那么大？哇，真的是这个好大呀。这个尺蛄就是这个尺容易掉。把一个当做纪念吧。哇，提前给他把这个池，这个池也是释放包子的地方，但是一般蘑菇不需要人给他释放包子，它成熟以后稍微就算昆虫扇动翅膀的风都可以促进它那个放包子气流啊什么的，一点微弱的气流就可以帮它散发包子了。哇，这里有两个，但是看到这个个头已经不激动了，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肯定是不好玩。哎，不行，空了。这个盖子倒是挺不错的。哎呀，也碎了。哎呦，这里还有个小的。哎，这么小，这里这么小的蘑菇居然下得去手。如果专门有一个职业是采蘑菇的话，估计工资人工费应该也会很高吧，因为实在是太累了，真的累啊，同志们。这干的绵羊菌索性也毫无动静，完全不长。那里倒是有几个，已经不想采了，不行了，已经保持体力吧，还是休息两天。哎呀，这个上面次次路过，但是没有哪次是下来的。这里好几个鸟感觉都烂了。哇，那个好大，已经烂了，默默的在这里烂掉了。天哪，哇，这个也烂了，这里也烂了一个。哇，这个草堆里有好多呢，这也一个也烂了，那里还有一个，它有点瘦，这种瘦瘦。哇，那里的长得还挺好，关键是这么大，而且还挺完整的。去看看，去踩踩看。哦，这里有三个被人踩掉了，这种地方也有人来。哇，这个手头这个大的还没放下来，这里又有个，这个还有蟹，大的估计没蟹。哎呀。小的也只剩下一点点了，大的完全不行了。上周如果到这一片不好走的地方来的话，真的是好几个，可能有十多个吧，看到大的烂掉了。可能这一片就是上一次看到的有一片，然后我没踩，就踩了几个，然后来都被别人踩掉了。现在就重新又长了这么一颗，哈哈，一颗，这太搞笑了。这种树倒了一片的林子，就有种压迫感。这个怎么样？哎，船都空了，怎么干怎么长，它里面都会不怎么爱生虫，这是唯一的好处。这片林子已经被我仔仔细细不知道扫荡了几遍了，结果就是没有希望了。但是望不到头的那个森林啊，
自己有点不太敢去，还是去我去过的地方吧。这个林子草太密了，刚才还有人跑步。天哪，这个太不好走了。哇塞，这个坡上这棵大牛肝菌真的是好大，预示着这里应该会有蘑菇。哇，这感觉比我路上看到那个还要大，这个已经老都不能再老了，它都已经烂掉了，这个已经烂了都。这个就是一个坡，感觉这里蚊子还挺多的。哇，好干呀，这感觉没啥希望。这个林子以前我倒是经常来，去年一年都没来，因为去年也没有什么时间采，然后也很久不来了。之前被伐木了一段时间，它那里，哇，那里有，那里有两个，估计也不太好了，但是长得还挺标致。哇，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呢。这空了。本来不想拍消蘑菇了，都难以置信，这个削出来居然是没有什么虫子的。这时候这个盖子好像不行了，得把这个盖子切开来看看。哇，这个盖子肯定不能要，不要了。难以置信啊，这里这么快就开张了，应该广撒网。我之前就老在我之前找到的地方去找，老觉得它还有没出来的，这个就不行了，这个肯定不行。嗯，这个放弃了。这里面有个蘑菇被踢倒了，然后这边有个蘑菇刚长出来。哇，这个好好。哎呀，那个已经烂了，还没长出来就烂了，这个好呀。搜一下看看多少虫子，最后只留下了两块带回去，其他的都不行了。这里面也全是虫，前面一大片蘑菇看，我的天哪，好热闹的蘑菇呀，可惜一个都不能吃。到处都是有人来过的痕迹，被扔下来的断枝。这里一大片的绵羊菌，然后有人在这边采了，然后收拾在这里。哇，看呀，还扔掉了好多好多呀。哇，那里也是，看，撒满了蘑菇。看来这里曾经有一大片绵羊菌，真的一个不留呀，全都给它采掉了。而且好像是比较新鲜的，可能就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估计这有一层漂亮的鹅肝菌。翻过了一个小山丘，到了另外一个低地，看着好像倒是品种挺丰富啊，红的黄的啥都有。那个黄的那个九柄牛肝菌也挺大，就是没有我要的鸡油菌那美味牛肝菌啊。鸡油菌实在是太抢手了，见到肯定是会被带走的，只能过来当散步了。汗倒是出了一声又一声啊。前面又有绵羊菌了，家里反正没有别的蘑菇了，这次绵羊菌也要带走，质量还挺好。这个有点老了，这个呢，削一下。这个估计已经长了很长时间了，在这边。以前都看不上的，现在都得捡回去。只要质量好，就得往回带，反正不能空手而归啊。篮子里面就好看了。这不就又有一种丰收的假象。这一片应该是沼泽，居然也变得那么干，一点水都没有，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哇，我跟你说，牛肝菌长得大那是太常见了。哎，这个牛肝菌，天哪，它本身就可以长得很大，看这个多大，我的天哪，看这个，我又爬上了另外一个坡，这里真是一个坡接着一个坡呀。
再往前走就可以到我之前采蘑菇的那片林子，它们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挑挑选选留下的那个绵羊菌也可能不够炒一盘了。现在在找回去的路，就跟着我的这个导航走，所以一定要开好导航。这里真的是满地的蘑菇呀，就是为啥不长点鸡油菌呢？还长这些不能吃的。这里的野生覆盆子倒是挺多的，这个覆盆子虽然小，长得还挺好。又一个穷爸的牛肝菌啊，看多么的寂寞和无奈啊，也已经烂了。哎呀，不是每次都能丰收啊，只能回去保存体力了。哎，这里有一颗，哎，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哎，是，还是嫩的呢。这里有一颗，可能也不老。哎呀，不太行了，这个我走的时候蛮好，再送我一个回力石。啊，想太多了，完全带不走啊。我推着自行车，我都不好走。你骑吧，怕甩出去，太窄了。居然又有人在这里跑步的。这里有一大片的野生覆盆子，有一年我来收过一次，非常之大，但也不是每一年都有。今年看上去好像已经被别人收过了。这里还有点夕阳，过来看看有没有新的长出来。哎，还真的有新的长出来，之前那些全都干掉了，真的有新的出来了。呼呼，那赶紧踩了吧，不然又踩不着就可惜了。哦吼，变成海胆状了，是半夜出来采蘑菇，真的有新的出来了。这个已经烂了。光线都不对，这里下面有一片啊，根本下不去啊，不好走啊，这里，哎呦，我的天，哎呦，要掉下去了。这个背景和那个没办法了，因为能踩到就不错了。哎，我的天，我已经没有手拿了。转上去。哎呀，如果这会那边路上看到我，肯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哎呀，滚掉了一个，换一个手。踩了一把，大半夜的踩机油菌，只有我了吧。哇，这里也有新的了，看这里也有新的，这里还有蛮多一簇的。哇塞，我两个手都，此地不宜久留。如果这会儿有邻居刚好在外面的话，那简直太社死了。哎，那个路在哪？天哪，快要社死了，不然快点逃回去。看看一把踩了多少。哎，这样还挺好的。这些那些小的那些全都干掉了，干了就剩蘑菇干了，洗干净了，就这么一盘，用那个冲干剂有点费电。